笑，他说将悲伤让我带走吧。懒懒的你对着我说，你就让他走吧。地上的你对着手说，往别条路走吧。天上飞的说，那就一起飞到快乐天堂吧。当梦追着我在跑的道路上，总有不小心跌倒的可能。遍体鳞伤的我重新站起，当伤口包扎。当你说你不会爱我的时候，应该要继续往前走。这样潇洒的我是好是坏，已经不清楚了。风吹散我，我唱错歌词了。想飞的说，那就一起飞到快乐天堂吧。当梦追着我在跑的道路上，总有不小心跌倒的可能。遍体鳞伤的我重新站起，当伤口包扎。当你说你不会爱我的时候，应该要继续往前走。这样潇洒的我，当梦追着我在跑的道路上，总有不小心跌倒的可能。遍体鳞伤的我重新站起，当伤口包扎。当你说你不会爱我的时候，应该要继续往前走。这样潇洒的我是好是坏，已经不清楚了。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彦成 ，Ayas。对 ，Ayas 是我的族名，三弟，原住没有吧？阿美族的名字。对，然后我来自台东，然后突然部落就跟蜀蜜同一个部落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这样在那边唱歌给大家听，然后也很开心大家来这样子。对，然后。我现在脚很软，所以我要伸直。我对，然后就是，反正我现在很紧张嘛，对，就放一下。我现在就像一个可怜的小动物一样，好可怕。对，加油！好，那我就继续。唱下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拉萨洞》，然后，对，然后《拉萨洞》这首歌呢，它是母语翻成中文的意思，就是它《拉萨洞》用母语念的话是念拉拉洞，对，它的意思是漂流木。然后《拉萨洞》呢，这个名字是我在部落尼尼阶层的名称，对，所以我们的尼尼阶层就叫嘎布，用母语念是念嘎布，然后我的嘎布就是。的名字叫拉萨洞，对，我就我好像讲很多废话，好，然后这首歌拉萨洞，谢谢。
色的天，蓝色的空，美丽的海洋。我坐在这沙滩上看落幕的夕阳，仰望天空，想起家乡，思念续着。是否我亲爱的家人一样想念我？最近安静了，我讲话，我不会讲话，那我在讲什么？对啊，就是，之前也有跟就是淑妹这样聊天，就试一下这样聊天，他就是以哥哥的身份告诉我说，要自己在台上跟大家说话，说多说一点话，然后要说的要有逻辑，对，然后我想说要有逻辑到底是。要用什么方式的？那我自己的理解能力就是，所以说就跟大家聊天，对啊，大家都好安静，嗯，对，一直要听我讲话，对，然后自己本身就是我开始练吉他的时候是在国三的时候自己练，然后起初原因就是想要把妹而已，对，就是然后之后是自己练到兴趣的，就把。吉他就是当作一个兴趣，然后几乎我每天都要碰吉他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我现在在讲这个故事啊，哦，对。然后一直到现在，就是跟着淑妹学习，然后我自己也在研究吉他的和弦之类的，反正乐理那些我不太懂的东西，对。然后现在站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，其实我很开心，然后有这个机会。对，很紧张，好的。我刚刚大概讲十句，大概有八句是废话。对，好，那我今天唱这首歌是也算是我自己的创作，阿慈是我妹妹给我的。对，这首歌叫《已远离》，已经的已，然后离开的那个远离。对，然后因为唱的时候有时候会唱到会听到会很像在唱。语言里，语眼，语眼睛里面，语言里，语言里。所以我跟别人讲说，人家说你等下要唱什么歌，我是说那个语言里啊，语言里。对，所以有时候会矫正不过来。对，我刚刚又讲两句废话，谢谢。好，那我继续唱歌。这首歌语言里，谢谢。
着你的照片发呆，只是想见你一面，却总是擦身而过。你的笑，你的脸，你的一切，一直在我脑海回荡不停。为什么你的出现是在错的时间？哦，爱你怎么忽远忽近过我的心？你看不到也听不到，爱你要突然消失不见，还来不及发现你一样你一样你。知道我正看着你的照片发呆，只是想见你一面，却总是擦身而过。你的笑，你的脸，你的一切，一直在我脑海回荡不停。为什么你的出现是在错的时间？哦，爱你怎么忽远忽近过我的心？你看不到也听不到，爱你要突然消失不见，还来不及发现你已远离，已远离。我忘记带我的水来了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唱的是最后一首歌，对，然后下一首是要唱小鸟先生。对，那在这个同时也要邀请到那个其他康乐小将们的其中一个。欢迎，他来了吗？欢迎大江，大江学长。我在那里。对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打招呼，先自我介绍。我叫郑炳宏，在电影里面饰演大江学长。我刚刚嘴巴在发抖。然后，当然就是因为彦辰他唱歌的时候就会有点紧张。所以我才上来。不过他唱歌不错啊，每次我们在演戏的时候，我们休息时间都会唱歌。啊，当然，彦辰教了我很多，就是让我唱歌进步很多。好，然后我再跟大家，我再请一个吴老师啊，吴老师，你刚才讲像脏话，吴老师。彦辰的老师，对，我的老师苏明。哎，这首歌你也知道了嘛？哦，创作的。对，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本来其他小将也会赶过来的啊，可是因为他们因为工作、因为课业，所以他们没办法过来这里跟大家。又林是因为在比赛。我在讲话，你插嘴。我还没讲完。我是他学弟，我有资格讲话。哦。啊，老师要讲一下话了，讲话。对，我都不知道我讲到哪里了。对，就是他们因为课业，然后工作，他们没办法赶来，就是来参与这项活动。对，然后
就还蛮可惜的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忙，各自忙自己的事情，对。啊？他刚有烂。啊？说什么？说很可惜他没有烂，没办法看到大家。哦。才有你们说他觉得很可惜，真的啦，没有，因为其实佑林他本身工作比较多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可能回复他一些留言的时候，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看到，所以就请你们见谅。如果要找他，就先找我。佑林来练球的时候，我再转告给他。可以干什么？你才发现他话也蛮多的。没有，因为我现在是已经把大家当成家人。家人家人你这样讲，粉丝团会不会比较多赞？就希望能加一下好友啊，不要输给他。好，那最后我希望这个，谢谢。谢谢。